这些人穿的是哪个年代的衣服啊？从来都没有见过啊。他们穿的都是古蜀时期的衣服。古蜀时期。我再给你度一些元能吧，这样你可以更好的入睡。哎呀，光度元能怎么能行？我罚你替大当家铺床。为什么要罚我？当然要罚你啦，罚你只顾着兄弟忘了媳妇儿呗。铺不铺？啊，不铺算了。兄弟是手足，女人是衣服嘛。为了报答我，明天早上也帮我铺了吧。好，等你明天早上起床之后，我就过来你的房间帮你铺床。哎呀，跑来跑去的多麻烦呀，不如留下来。留下来？嗯，好啊，一起睡就一起睡，你别后悔啊。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